白人，你才是大白人。哎，一会儿人进门啊，啊，我就跟我爸说，嗯，说你呢，是我给他介绍的对象。对象？哼哼哼。疯了你呀、啊！你爸多大岁数？我什么年纪？我有那么老吗？哎，这不就老了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把我装扮成老太太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停！什么意思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爸背着我，跟这老太太偷偷摸摸好了好几年了。哎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哪次我问他，他都不承认。那你把我装扮成老太太，你爸就承认了？一会儿一进门，嗯，我就跟我爸说，说你呢，是我给我爸介绍的女朋友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对我爸进行挑逗。你让我挑逗你爸？嗯呐。滚犊子你啊！你让我滚，你走啥玩意儿你？那你气蒙圈了都。我跟你说，那老太太不是跟咱躲猫猫吗？嗯啊，一会儿你就假装跟我爸相亲，哎，假的呀！一进门，嗯，你就对我爸一顿发劲，冲！那老太太一吃醋，那不就出来了吗？哦，你这是三十六计呀！你把我豁出去了，行，小好吧。哎，不就装老太太吗？哎，你搁这皮上。